鱼和章鱼可以形成跨越种族间的友情吗？你看这两条小家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Frank。这个螺壳里住着两个小家伙，一只就是这个柠檬黄的短身裸叶虾虎鱼，还有一只就是凶猛的小沙鸮。昨天刚吃了一只螃蟹啊。他俩就这样住在一个螺壳里，共享一个螺壳，成为了非常好的邻居。那有人问，为什么他不吃这个虾虎鱼？难道是不饿吗？那确实他不饿啊。但是他不吃虾虎鱼的原因也是他喜欢甲壳类更多一点，更喜欢吃虾和蟹。这只短身裸叶虾虎鱼好像也没把沙鸮当外人，一听有什么风吹草动，立马就躲到螺壳里去了。看见他们相安无事，我准备给他们缸里新增几只成员。当当当，美丽的霓虹虾虎又叫蓝灯虾虎。这些美丽的蓝灯虾虎都是好友李岩自己繁殖的，非常厉害，不好水入缸。这些蓝灯虾虎还会为大鱼捉寄生虫啊，不知道会不会帮这只沙鸮来检查身体呢。终于可以群养这个蓝灯虾虎了，太漂亮了。昨天有朋友说想看这个小沙鸮预测足球啊，我想时候未到呢，我们等一等吧，等预测一场比较重要的德国和西班牙之战吧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儿，我是 Frank， 感谢大家收看。